大企划又来了耶！ Yeah! 约会对决是我们很久以前在讨论要做的。欢迎蛇丸耶！ Yeah! 今天你即将失去魔法，好，让我们欢迎艾荣。大家好。第二位也是这个众望所归啊，来福。平价的话是这个3000元，奢华的话呢是30000元。今天帮你准备这台车，法拉利。还有这个车，可以再见到你，我是真的很开心。9809，没关系，我想到我们以后的分工合作了。我负责吃，我负责付钱。啊，不对，他帮你。直接看到整个夜景，好壮观哦！你是我最厉害的魔术之一。不要用数字啦，那个很难猜，我洗个手就好了。来到我们台北最有名的金华酒店。King哥，不是说两张床吗？这个怎么办呢？对决，到底是冰山片的产品经理人，还是高贵奢华的产品经理人？向往欢迎收看，今天由火星生技五倍对策赞助播出的《就是要对决》。今天跟大家的对决呢是平价约会对决奢华约会。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说是一季一度的大企划又来了耶！啊，只有第一个啊，约会对决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很久以前在讨论要做的啊。这个是哎、欸，是跟谁讨论啊？私底下讨论啊，私底下讨论啦。对，因为其实想说，约会对决如果今天是由我，然后我来体验平价跟奢华，当然也很爽。可是大家又觉得我在自肥，而且因为之前你哦、喔，都还没分手，没办法拍，所以才拖到现在。哎、欸，我也单身一年多嘞。对，一直在筹备啊。我就是说等我分手。对，等我分手，还要找另一个也很适合的人来嘛。好啦，是啦，我们要找到另外一个很适合的人。我觉得应该想不到比他更适合约会对决的来宾来到现场，因为听说已经单身超过30年了。让我们掌声欢迎蛇丸耶！耶！谢明哥！耶！谢谢你啊！可以，又来到这个啊。天大企划，哎、欸，我们一季一度的大企划都有你、欸，哎、欸，真的每次都有来享受这个啊，这个完美的企划，我觉得相当厉害、啊。单身多久？大声说出来。单身了大概32年，32年啊，没有错，我是超级无敌大法师，各位，超过10000天的日子等待了一个人啊，对，光是我站在旁边，那个法力就会外泄，你知道吗？有，今天你即将魔力有流出来，失去魔法。今天将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麻瓜吗？但是两位现在都算单身，没有稳定交往对象，没有稳交对象啊？没有。对，今天我们用现在 AI 好去计算出属于两位的菜。哦呦，对，因为基本上应该是所有男生的菜啊。哦，就是天菜啊，天菜，大家都可以。对啊，我们欢迎第一位是什么？曾经来过我们的比基尼对决，现场男生都晕船的。好，让我们欢迎艾荣。耶，艾荣。哇。哇。大家好！哇，哎、欸，这套也很少女哎、欸。对啊，这套也很漂亮。哇哇！嗨！哇，这套很棒。哇，哇是很漂亮。哇，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哎、欸，不过艾荣怎么头发接回来了吗？啊，对啊，太心碎了，为什么？啊、你喜欢短发、哦？我是短发控、啊，我又裁掉。现场我们可以安排约会行程是裁发，等一下可以随时变，是不是？第二位也是这个众望所归啊，没错啊，让我们欢迎来福。来福，好久不见啊！来福，这么夸张呢？来福，话有安全到家吧？还在来福？在哪里？在来福？脚太滑了！今天只要是来福的，我全部扛下来。好，你要给我，你今天要给我。要来了啦！赢得不成的战舰来了，不成的要出动了，各位，出动！不成的战舰现在已经在台湾海峡了吗？已经变成潜水艇了吗？太想了，在干嘛？来福最近还好吗？最近我瘦了。对啊，你怎么这好像变瘦了耶？真的，你整个人变得很白，怎样？我躲在家。我们约会对决就是让你晒一下太阳。对，出来晒晒太阳。好，所以今天就是来福跟这个艾荣。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分组。哎呦，哎呀，今天最期待的日子。这么害羞啊？那就这大学生的那个，就九妹跟来福吧。哎呦，九妹，我跟来福。啊！是这样吗？等一下，你都市人真懂玩呢、欸。是我跟来福吗？没有，来我跟来这一集是为了蛇丸做的啦。对，蛇丸跟来福，好啦，蛇丸来福，来福，我
OK 吧？最近还好吗？还不错。OK。那今天我们是平价约会对奢华约会嘛？啊，没错。价格有差。嘿，平价的话是这个3000元。3000元。奢华的话呢是30000元。哦，30000元。差10倍。差很多。差太多。三万是一天之内花掉，花光才可以。花30000的。很夸张，一天三万。3000的话就是觉得应该算是大学生或是小资族，也算是要存一点钱。对。假设生日花3000也不少钱啦。好，那我们有请这个蛇丸跟九妹个别准备了两个行程。没错。一个奢华一个平价。但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执行哪一个，所以颁发我们今天的费用。OK 吧，明哥。还是会想要奢华的吧？一定想奢华的、啊，我觉得有点明显。哦，哎、欸，我的看给他们那个哦，明哥，哎、欸，不可能吧？哦，哎呦 ，OK 吗？3000，谢明哥。不是，我们这个分配是有原因的，因为九妹平常就是奢华约会啊，对啊，没有，太晚了。我平常、啊、我来，那为什么我在这儿？你平常也是，因为你平常也是奢华约会啊。不是奢华，你人生有约会过吗？我人生是真没有，所以其实你也没有预算的概念。我没有预算，但是如果30000块，就是以我的经验，不含送礼的话，30000真的很多，很多，一天花完真的很多。所以势必会有什么环节？住宿嘛。失去魔法的一天就是要这样诞生哦，没有错，而且我今天来福还穿着送他的衣服，真的假的？哦、我想说，而且我也跟他穿一样的衣服，哎、啊，让、欸、你们讲、欸，我想说，没有讲好了吗？没有讲好、欸，没有讲好，真的假的？一想说来福怎么今天穿的这么朴素？哎、欸，对啊，没有讲好。好，就我们先进行奢华的部分。今天是先奢华吗？今天我先进行奢华的部分。好了，没关系。我们跟艾蓉，我们就是先跟在旁边旁观。对，我们看一下奢华约会、嗯，约会对决开始。欸这次我们会用比较实境秀的方式来进行拍摄，那可以拍出他们两个之间真实的互动，希望蛇丸可以一举拿下。哎，蛇丸，待会约会嘛、欸，我觉得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交通工具。哎、欸，对，男人约会一定要开车啊，对，要一台好车。你平常在屏东很常开车嘛？很常开车，但是我觉得约会开的车要更浪漫一点、嗯、哦，对，所以双门是必须的哦。今天帮你准备这台车，哇，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没有法拉利。哎呀，哎呀，隆重为你介绍法拉利458末代自然进气敞篷硬顶版。哇，这台呢，二手700到800万，看车况。哇，因为后来自然进气又涨价，这么贵？哎，为什么自然进气反而涨价？因为法拉利后来就有涡轮，涡轮完之后现在进油电，然后有些人就喜欢自然进气的声浪，待会你开就知道了。这个是包含在30000块里面吗？没有，这包不包含。这个行情租的话，应该是5万到8万了、啊，看车行。这个是你私人赞助。欸、我私人请朋友赞助啊，是请朋友赞助，对 对，出外靠朋友、啊。我平常约会也没有在开这种车子，哎、啊，有在开这种车，我平常约会就是开特斯拉啊，开特斯拉啊。蛇丸 OK 吧 ？OK 吧，明哥，绝对没问题啊。30000够啊？30000够啊，绝对花爆。我跟你讲，钱绝对不是问题，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你今天要过夜。啊，你这体力的问题吗？对啊，体力 OK 吗？我最近体力超棒，超棒！你现在叫我去跑个6000，再回来跟来福约会。深蹲已经到100多公斤了。深蹲，哎、欸，你怎么知道？我有 follow 你、啊。我有 follow， 对，我已经到100多公斤了。我做主的哦、啊，我不做一下。哎呦，不得了，100多公斤这样扛下去了，扛下去起来，扛下去起来，可以啦。对对对，撑起无尽的梦想。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约会呢，除了钱很重要之外呢，嗯欸、体力也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隆重为各位介绍火星生技的5倍对策。那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只有弱者才。需要吃男性保健品，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是主打否强者强，还有更强的时代哦。那这个5倍对策呢，是日本人气女优都推荐的秘密武器。它使用了日本的专利成分配方，10种核心复方打造，像是 ENN 交互活性、南非醉茄、左旋精氨酸、透纳液、专利黄金藓、专利葫芦巴、酵母锌，全方面的补充霸气元素，全方面解放魅力跟集战力。产品呢通过了 SGS 检验400项检验合格，可以安心使用。OK， 各位观众，越来越紧张了。第一次开跑车，发动！好，那这边蛇丸已经出发去约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状况怎么样啊？开着法拉利，因为在我们可爱的来福，我们一定要安全第一，又下这么大的雨。闪光眼镜一定要戴上好不好？哟，世界更加的明亮了。我的来福等着我。哇哇哇哇哇哇！
下，想说我们的奢华有这么奢华吗？怎么有这个车 ？OK 吧，来福。怎么有这个车？有啊，我们那个帮我准备的。啊，来福。OK 吧，这台车子。这奢华后面也太奢华。今天准备给你的花。天啊！耶、yeah, ！我们约会的开始就是买一朵花。这是你第一次送人家花花吗？对，我觉得女生只要开口说这是你第一次怎么样怎么样嘛，那应该就是蛮暧昧的，因为代表对方在乎你是不是第一次为他做这个行为。对，看我戴着眼镜，为了男爵好不好？你是个近视。我是一点闪光。系安全带。好，那我们要出发了哦。好，准备好了吗？交给你了。耶、yeah, ，走喽。完全不知道行程，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我都已经完全的给你处理好了，没有错。这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哎，这台车刚刚我跟Ming哥去试一下，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等一下，你刚不是说你规划好了？哦，对嘛，我现在就是要叫你导航。好，没有问题。这个车不好，不好看导航。没关系，我专业副驾。你专业副驾？没错，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只能专业副驾。OK 的，这辈子就靠我载你就可以了，顺着路走就可以了吗？对，顺着路走的。对，你会看导航，就很棒。我要给你讲一个秘密。什么秘密？我上次帮人家导航，突然想要单行道去。啊，那 Oh my God 嘛，希望今天不要发生。为什么认真看导航？那其实很危险呢。啊，真假的？今天不会，今天。这个我们可以不行，真的，我会乖乖导航。好的，所以我们要弯上去了。对，弯上去。我现在要去做一个纪念品。纪念品。对，我想说就是做一个纪念品，可以以后看到它的时候都可以想起我们今天的点点滴滴啊。哎，这我会很感动哎。哎，我们这边左转吗？左边，左转，抱歉。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十年之后我不再是蛇丸，可能也不再是来福，但是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今天，所以我决定要去做一个纪念品。哎，这我会很感动，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留回忆的人。哦，好特别，是你自己想到的吗？对啊，他们问我说，哎，你有什么？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出去，你会想有什么行程这样？好奇怪，你这样怎么会交不到女朋友？太合理啊！就是我。跟比较不熟女生的时候，真的是会比较紧张。然后跟来福算是上次我们台湾对决之后，就养成一定的默契，所以我们现在聊天就稍微比较没那么紧张。比较紧张。哦，我一直来不及跟你道谢。第二天我不小心喝挂的时候，听说你后来一直照顾我。没有，你帮我们挡那么多，我若不照顾你，我还是个人吗？我。谢谢。哇，哎，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哈、啊！这停车场竟然位置那么小，哎，这刚好是一台法拉利，是刚好满满的那种。这如果等下旁边停车，我们就上不去了。哎，对，而且我们刚来的路上啊，还不知道停车场在外道，然后我们就绕了超大一圈才回来。好啦，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我马上带去我的第一个景点来福。好，耶、yeah! ！我很期待哦。Go go go！OK， 来福，我们第一站来做个纪念品，小心有台阶哦。以后做完就可以想到我们今天的点点滴滴啊，充满回忆。没错，啊，他们牵手吗？这么快就牵手？哎，进度太快了吧，这样就牵手？我一开始说我，哎，我牵你，因为我怕他滑倒，那种 touch 到的感觉，我觉得他手蛮滑的，不止脚滑，连手都很滑，而且他今天很香，太晕了吧？那个跑车上面的空间没有多大，太晕了。然后那冷气一吹啊，我想说，哎呦，什么时候车上有放一些芳香剂？没有，是我们来福的香味，太赞了。你们可以先选一下这边的款式，都可以拿起来戴戴看。哦，对。我们可能今天做个手镯好不好？可以、啊。好啊，手镯。那你喜欢哪一个？你挑。我看一下。嗯。它有分宽版跟细版。哦。对。像这个就是宽版，拿起来给你，你可以试戴看看。我试戴看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进得去吗？稍微戴戴看。好像你已经。我先拿着看就好。对对，拿着看。对对对。
这个是旋转，对，它是旋转。哦。然后课堂中都会体验到这个钢琴敲字的部分，是自己手敲上去的。嗯嗯。对，像你要敲有一些英文啊、数字，还有一些可爱符号都可以。OK 吧？那你们要帮我量一下这个开口的部分。OK， 谢谢我们 Man 哥。今天我们的预算没有上限的，你说是也是有上限的，三万也是上限的，三万九八零九，九八零九，谢谢，我算十张给你，谢谢，好，谢谢，谢谢，我找一下你们钱，好的，谢谢林哥，对，你看我们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要不要擦汗呢、啊？不是你这个我好想要，对，这个很方便。有时候，比如说我这样坐着坐着，然后突然间想要看得清楚你的美貌的时候，我想说你连包包都不用带，不用。哇，你看我那一戴上去之后，觉得你有光吗？十块钱吗？我觉得你更漂亮。啊，没有，没有十块钱。等下再找。好的，谢谢你。行，就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可以，那我带你们穿回去。好的，谢谢。那我们连起。好。好。需要帮忙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我只是看起来需要人家帮忙而已。其实我是可以的。我可以看一下你在干嘛、哦？可以给你看一下。我应该是可以的啦，没有问题。可以可以，快成功了，成功了。看到没有？那我们这边请。嗯。耶。好像绑得有点太紧哦。很紧吗？帮我坐这两个位置。这两个位置。哦，这两个位置吗？对对对。那两位就可以先帮我转过身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屏幕。我吃太饱了，你吃太饱，你是怎样？OK 吧？你们敲一个我看看。来，我敲一个五给你好不好？好，跟你讲绝对可以的，我这个地道金控师哎，敲正中间给你。你看这个五多么的漂亮，而且还蛮厉害的。哎，对啊，你好蛮有天分的。我喜欢做这种小东西。为什么你的比较小？因为等一下我要做你的，所以我要敲什么姿势我决定，对不对？对啊。你是不是想乱掐？这很调皮。嗯，对，我要帮你选可爱的图案。好啊，等一下帮你选一个勾勾的图案。可以再小力一点点。那我吗？你把两个都还蛮大的。好。粘在上面了吗？太扯了。说完你以后不能对我不好。不会，我不会对你不好。这就是下场。还会卡住。你可能下场。钉一个字在我头上。对。我应该叫 F U F U Y A。耶、yeah。那我要给你俏皮一点嘛，买弯弯，弯弯，弯弯。那你们准备好，我就发材料给你们。好，好，我们交换做嘛。嗯嗯，好，胶带跟胶带中间就是敲字范围。嗯，那你们等一下，如果字没有很多，你们可以选择敲在中间一点。嗯，对，敲咯。哇哇哇哇哇哇！来福就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啊。我感觉你很有天分、欸。对啊，你敲得很好哎、欸。会不会你敲得比我还好？我看一下哦，可以吗？可以啊，敲得很好哎、欸。哦，真的假的、啊？敲得很好，字很清楚吗？对啊，很清楚，还蛮清楚。哎、欸，自己上手的时候是会怕的、欸。可以啊，可以啊。嗯，我要给你来一个，弯弯是一个笑脸。弯弯是个笑脸。对啊，因为你每天都在笑。对。你是一个乐观的孩子。啊。可爱哦、喔，我不会回头在虾皮看他，不会不会不会，我会把它保存好。我用一样的话还你。好，开始退了。左转，要小心哦、喔。对。哦。来回。你也讲专业烤肉的姿势哎、欸啊。你们平常在家会自己煮饭吗？会，煮会自己煮，我都煮水煮来吃。你现在都吃水煮的而已。如果在家的话，我帮你降一下温，行，小心说。这个减肥过程感觉很痛苦，超累。啊，你过怎么样？因为我突然变很瘦，所以我每天吃香喝辣。对，我今天一看到你的时候，好像真的变很瘦，感觉好像大概瘦了四五公斤哦。你又在瘦了四五公斤？嗯。啊，你为什么突然间瘦这么多？在减肥哦？没有，我不习惯被大家注视。哦，你说自从拍完那个影片之后，对，没有，因为突然间啦，没有一个适应期啊，调皮捣蛋。刚才听到真的是蛮心疼的，虽然我认识他到现在才过五个月，我总觉得他经历了好多，关注会突然间全部压在他身上，但有点我害了他的感觉，所以就希望他可以对自己身体好一点，然后找时间多吃一点啊。没关系，我想到我们以后的分工合作了。
可以的。我负责吃。我负责付钱。啊，不对。哦，要不然呢？你负责吃，我负责胖，怎么样？可以。那是。啊，好了吗？这样可以了。以后就是你负责吃，我负责胖。热量转移。热量转移，哎、欸，我曾经都幻想过这件事、欸，可是我觉得不可能。但我以前也是胖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以前60公斤。你有高中时候？那你照片有照片吗？没有，因为太黑历史了，所以我直接把脸书删了。哦，删掉。我怕有人找到我，我直接账号删掉。你看，这大小差太多了。我的像麦当劳薯条、欸，真的。要帮忙吗？是真的有点硬。哎，我对了，你来这边，你来这边。还是你们直接这个交换也可以。哎、欸，不不，我弯下去，我站起来就弯下去了，会有点使不上力是正常，就可以用那个锤子敲了。啊，女战神是不是？很厉害哎、欸！以后那个加法要遵守啊，真的。他真的是真心在关心我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果以家人来说的话，只有小时候的阿公阿嬷给过这种感觉。哪有人在形容成阿公阿嬷的？哦，没有，就是他们。对你那种无尽的爱、oh. 因为现在在我印象中就是阿公阿妈对我最好、oh. 那他可能是第二个。会痛吗？不会。那我再敲一次、不要不要啦，不要再敲一次了。应该快 OK 了吧。再次啊，以后那个加法要遵守，你会好好珍惜这个手环吗？我会把它放在我的秘密基地里面。你有秘密基地？有啊，真的是有秘密基地咯。不错耶、欸，这个你戴得下去吗？我其实好像真的戴得下去。哦，你的手真的那么小哦？哦，我这个怎么办？你戴进去看看，你稍微有点，稍微可以稍微有点掰开一点。哦，我觉得再戴一点，可能要掰到很大哦。好啊，我帮你调整，然后你们等一下选一下表面的质感，然后再帮你把这个形状稍微整理一下。你想要哪种？他说这个是雾面的，然后这是雾影雾影，然后这是纯亮。这个好了。你要这个吗？嗯。好啊。雾亮。OK， 那这样子你们的作品就完成，然后我就帮你们准备细修了。好，你们可以休息一下。吃甜点我喜欢配无糖。嗯嗯。很解腻。你吃看我这个马铃薯咸派，非常好吃，有点烫哦。哎、欸、耶、yeah. 啊，好吃吗？欸、很好吃哎、欸！哎、欸、对哎、欸，它那个马铃薯超香的、欸，很香。嗯，他把他的第一口食物跟饮料都给我，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我是一个看到食物都先往嘴巴塞的人，所以我觉得会愿意分享食物是一件蛮感人的事情。我只是纯粹想要让他吃吃看我的马铃薯派，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喂他吃一下。原本想说是要拿给他，结果他就很自然而然的嘴巴张开，我就把他喂进去了，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还没有喂过女生吃饭。当我知道今天你会出现，嗯，我就赌上了这一把。你赌上？对。哎、欸，你那个衣服太扯了，这样被你赌到哎、欸。我昨天还特地烫平，你知道吗？烫平。重点是你的人，不是你的衣服。可以再见到你，我是真的很开心的。哦，不然你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了吗？有点远。对，是有点太远，可能要等我上来比较有机会。可是你，我看你都在国外跑。我还是会上来啦，我大概一个月会上来个两三次。就感觉你比较少有那种真的放松出去玩的机会。对，大概会哦。嗯嗯，好吃。那、啊、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会越来越胖。哎、欸，对，这个要克制一点。要不就是你把我食量训练大，反正就是我们下次出去可以点一份就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嗯，然后你在吃减脂餐，我在旁边吃肯德基，受不了，家庭革命，真的。这五个月你有出国吗？你都没有。我这辈子没有出国。你到现在没出过国，可以吧？没有，从来没有。找个时间走走啊！我梦想是30岁之前一定要去一次迪士尼。我快30了，再2年，但是我一定要先存好钱才能去。你要是还存不到钱出国、啊，你就联络我啊！啊，不是这样接球的啊！赶快带他出国啊！啊，这边，
这句话，这句给我卡掉。卡掉，存不到钱出国，联络我。这不是存不到钱出国的问题。我想说，三十岁之前目标就是要出国一次，但是他好像没有 get 到我的点。我球都做到这边了，他还不接。感觉来福就是有一种他想要靠自己赚钱，然后去的感觉。如果你直接无条件跟他说，哦，我带你去就好了，好像会显得他的梦想没有那么伟大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就是要有点去为了自己梦想而拼搏的感觉，我就会更好，对他未来比较好一点。如果三十岁前真的没有办法，差了一点点，那我就可以带他去完成这个梦想。那不能下个月就去吗？下个月就去，他 OK 我 OK 啊。哦，好好看哦，超漂亮的，我帮你戴上。好，这个你的手真的很小哎，大概我三个手指头，也是我的两倍。真的，好的，来吧，你要戴哪只手？这只。好的，哎，哦，哎，真的进得去哎，还有点松哎，这手太小了。好可爱哦，那我帮你戴。哦，好啊。你要戴左手。哎哎哎，对不起，我进。咚。啊，进去了！欸，狗掌印在哪里？欸，狗掌印，欸，也变得很明显呢。欸，它敲过真的不一样。真的，弯弯叶。你今天有了新的英文名。没错，万万。万万。我就是 List One， OK。欸，这再过十年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手镯，你就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 OK 吧？那你现在肚子会不会饿？有一点点。你看，我们整个太阳都已经下山了。带你去我今天为你精心准备的餐厅，真的假的？对，哎，欸，我跟你讲，我今天超惊喜到尾，这个餐厅真的是我梦想中的餐厅，就是以后我这种女朋友，我就会希望在这种地方跟她吃晚餐。走吧，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出发，没问题 ，Go。OK 吧，来福，可以耶。今天带你去全台北夜景最好的地方吃饭，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们今天选这个在48楼的星空塔。你就吃饱，走吧。等个电梯，这电梯要等很久。哦，OK 吧，来福。哇哦。哎，Hello， 你好，我有定位。这里感觉气氛很好。对，这48楼哎，我们可以。我等下可以看夜景。对，俯瞰整个台北市，而且我们位于它最热闹的信义区。还不用吹风，直接看101吗？对，超赞！你看，可以直接看到整个夜景，耶！这好壮观哦！哎，你很会选呢。对啊，来吧。哎，要签上面，赶紧签下面，你比较安全。哦，好漂亮哦！可以直接看到101耶！可以借我拍个照吗？啊，好啊。他的反应我觉得算是蛮有成就感，我觉得说，哦，我准备的东西他喜欢，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他今天一整天都很加分，就我没有想过他会安排的这么细心。而且我们这边刚刚下午才下过一场大雨，整个空气变得超清新。对啊，现在视野超清，我现在可以超远。真的有女朋友可以约会的话，我一定会安排在这种超高的地方。你今天有一日女友。谢谢来福，来吧，豆豆。谢谢。哎呀，两位您好，帮您介绍一下今天的餐点。嗯，今天的话会帮你们准备最后一页这个双人套餐。好的。那里面的话会是含五道咸食，去配两个甜点。哦。也会含有一支红酒或是白酒。你们今天有想要喝哪一种酒吗？就喝个红酒好了。红酒好，他帮你们准备过来。好的。那餐点的话，你们今天有任何不吃的任何东西吗？饮食禁忌之类的？你有吗？我不挑嘴。我也不挑嘴。好，那等下餐点会陆续帮你们送过来。超级大。红酒他也会帮你们准备过来。好的。谢谢，稍等一下、哦。谢谢。不挑嘴，好痒啊。对，你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啊？这样多少钱啊？6600。谢谢明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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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今天可以配这个夜景。刚才谢谢我。好嘞。哎，明哥，你怎么在这边？这也太糗了吧！你怎么突然间出现了？48楼，哎，18楼，48楼啊！而且雨过天晴，哎，雨过天晴，哎，整个六五金出来了，哎，对对对，六五金，没错没错。可以耶，因为他们跟我说那个，超跑拖车拖回台中要20000块，我快付不起。对，哎呀，拖车，不好意思啊。OK 啦，你知道 CeraVe 是这个，我上次来是我朋友在求婚啊，也是在这种包厢啊。哦，真的假的？加油啊，加油！下一次就换我了。下一次就换我了。
下次就换你了。现在是我求婚，叫前明哥来一次，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前明，加油，继续约会，不打扰你们。好的，谢明哥，加油，谢谢明哥，拜拜。OK，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由火星设计推出的五倍对策呢，是一款专门帮助强化魅力体力的男性保健品。不是只有虚弱男性才需要吃保健品哦，它是透过日常的补充来增加体力，调整体质，五倍强化，打造全方位的霸气提升。它颠覆了大多保健食品既定的印象。除了它的包装呢非常的帅气之外呢，重点是它不同于市面上大部分的保健品，五倍对策呢是没有添加玛卡的。但许多使用者呢都反馈使用一周后就有感，五倍对策呢更是超越玛卡，大型电商平台热销第一的男性保健品。能够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每一支产品都是经过大量数据跟资料研究去研发设计，再透过品牌内外部人员的亲身实测来确保产品使用有感。若是没有达到80%以上的有感呢，就会持续调整到内部人员都满意为止。五倍对策呢拥有超过了100位专业药师推荐，同时也通过了 SGS 400项检验合格，吃起来更安心。我每天早餐后呢都会吃1到2包，吃了几天之后呢就感受到体力提升，运动表现更好，工作时更专注。现在呢有我的专属优惠组合，五倍对策加香魔001，只要1169，提起到8月底下单登记就可以抽日本来回双人机票，官网品牌竟然还有超多优惠，赶快去朋友赶快到下方的资讯栏位看看吧。那红酒就帮你们先准备过来。哦，好啊，谢谢。哇，来吧。耶、yeah ！约会快乐，约会快乐，谢谢你今天陪我一天。不会，我很开心。哇，那个酒一下去，整个身就热起来了。也不知道是看到你才热，还是吃喝了红酒。不可能，不可能！你今天前面看我一整天了，你都还没有热。没有，其实是我一直压制心里的那种快乐的感觉，魔法的能量。对对 对， 对，我在压制它，不能太兴奋，太兴奋会被看破手脚，你知道吗？我帮你搅，你慢搅吧。谢谢来福，哇，这个给你。这是我帮你装的。没关系，来的。谢谢。哎呦，哎、欸，它一吃就有那种乌鱼子味道。很重。很浓哎。那我表演魔术给你看，你是我最厉害的魔术之一，把食物变不见。这招。我是随口一说，想不到他就当真了，你知道？我们来福当真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那我就只能吹下去了，你知道？一口吞，而且我觉得那一口吞是有点太极限，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绝对不能在女生面前说不行啊，我还是硬把它吞下去了。你超猛的耶！哎、欸，哇，纸巾被收走了。不要用袖子啦，那个很难擦，我洗个手就好了。不要用袖子，真的难洗。等一下没有要负责帮你洗衣服。他挑战成功。他这样是加分的吗？在你心里？我觉得蛮有趣的，有幽默感先加分。你觉得我能挑战成功吗？我不要。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个5口。你怎么做到？对啊，超猛。这我极限，极限3口哈。那其实蛮辣的。你如果真的不行，我帮你处理掉。谢谢你，谢谢弗莱佛。没有，但是它长得有点可怕。哦，不会，但是好吃，是香香的那一种。我可以把莱佛。可以。现在开心吗？开心啊。哎，有别的男生带你去看过夜景吗？你说以前吗？对啊。钱啊！哎呦，太糟糕了吧？什么太糟糕？哦，不会不会，怎么可能？不然你把心话讲出来了。那我像今天这么漂亮的吗？没有，这也没有。哦，真的假的？没有男生带我来过这、啊。那我今天带你来这边，你开心吗？很开心。真的假的？但其实我觉得，是看人哎、欸。就你今天带我去吃路边摊，我可能会是开心。虽然今天一早我们抽到是3000块。就是什么骑脚踏车啊，你也都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啊，就是你跟我去哪里都可以。我就是觉得相处上舒服自在对我来说是更重要。是哦，如果我煮饭你敢吃？敢啊，你煮什么都吃掉。你没有听过我煮水饺的故事？我煮水饺是皮烂肉生，外热内冷。没事，我想只要是你煮出来的东西啊，我都义无反顾的直接吃掉，我想都不会想，那已经不是好吃跟不好吃的问题了。那是你满满的爱 ，OK 吧，来福？你自己说的，我自己说的，我说的。上一次你在哪拍摄？我直接外带便当给你。我在吃饱。
好。来，我帮你们再加一些酒。好。那你下次敢看我真实的样子吗？可以啊，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喜欢他100%。那、啊、我如果真实的样子，其实心智年龄只有5岁。嗯，可以啊，因为其实我年纪也不大。我带着你看少女卡通。可以啊，欸、我蛮想看少女卡通的。不会是同道中人吧？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个动画，然后它是少女漫画，叫做《玩偶游戏》。哦哦，我听过。那我没看。哎、欸，那个很好看。哎、欸，那个听说很感人。对，因为那个鸟，它主角好像叫羽山秋的。嗯。然后他那个男主角跟我一样是天秤座，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很霸道了，但是我觉得。所以年轻的时候很霸道。嗯，我曾经向往过这样子，但是后来知道不行这样。为什么？因为好像幼稚园他就跑去强吻渣男。等一下，聊卡通蛮开心的。哎、欸，我发现聊卡通我比较有兴趣哎，虽然我们看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了，但是就觉得很好笑。我才喝几口，我已经有一点点晕。一点晕了吗？不要再喝太多了，抿一下就好了。太久没喝酒，嗯，上次摔太惨，嗯，学到教训了。我那时候偷偷问了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嗯，我说，那你花多久才好？蛮久，一两个礼拜，还要等那个皮厂回来。好了，先把你们都收掉了。好，谢谢。但很意外，你会喜欢看少女漫。我也觉得我自己不会喜欢，但是不知道什么看着看着就对那一部就蛮吸引我的。然后小梦与朵美丽我有看，我也看蛮久的。对，我还看到他，我跟你说，去带那个王女，他要出新的电影。哎、欸，你要跟我去看吗？啊，会接球吧？那前阵子不刚出一个电影版而已。我不是前阵子啊，他是台湾还没有拿到那个授权，他之后要出电影版。好吧，你要跟我去看吗？你要跟我去看吗？走啊，小梦与朵咪咪，皮卡皮啦，多多丽娜，贝贝鲁多，你很会耶，你很会。魔幻舞台，但他愿意，我觉得蛮意外的。他有一颗少女心，我觉得这样很加分，至少可以就是喜好相同。这是我今天为了来跟你约会特别准备的衣服。打扰笑，什么意思？帮你们上个盘子，等下上甜点过来。好啊，谢谢。这是神圣天使兽的徽章，代表希望。可是你这样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拆？哦，对，我们会拆掉，拆掉去洗。我想说，不然洗衣就干啥？对啊。哇哦。这两个甜点的话是刚刚现烤出炉的，嗯，这个的话是花生浓年巧克力蛋糕，对，这个的话是台式的红玉红茶塔，那、哦、旁边的话都会是搭配香草冰淇淋，哦、这个比较特别的话，它里面有加梨山的花生酱跟巧克力酱，嗯，谢谢，谢谢。哦，它是真的熔岩的嘞，真的，哎呀，哦。谢谢。哎、欸，这个一只，耶、yeah ！哎呦，好吃的东西，这第一口要留给你，会不会很烫？不会。哦，不会吗？上来。干嘛？上海他就上来，是不是？我其实很喜欢。嗯。跟没有生命的东西讲话。那是很严重的问题耶。干嘛？在家不会吗？小时候可能跟玩具讲话。我没长大，对不起。你可能我还没长大，对不起。没事，小问题。你有觉得今天你们的关系有推进吗？我觉得会比我们上次再更近一点。就是这一次看到他，我不再像上次一样那么害羞了。今天状况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跟他对到眼神的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脑袋一片空白。还有擦嘴巴的时候就特别贴心，你知道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吗？就是很想照顾他一辈子，受不了了。哎、欸、，Ken 哥，我们剩多少钱？我12,398。12,398，哎、欸，要花掉啦？要花掉吗？要啦，完全在我的计算之中啊！真的吗？对，我等下就打电话去订一下我们一间顶级的饭店，享受顶级的服务。哎，顶级服务是什么？顶级服务那个帝王级服务啊！好 ，OK 吧？可以期待一下，直接舒舒服服一下。好，好，那我们直接出发吧 ，Let's go！ 耶、hey. yeah.。约会完美的一个结束，来到我们台北最有名的老字号金华酒店，哎，超赞！一天要把10,000块花完，其实不简单。这样花得完吗？可以，我们那还不够，我们明天可能要跟明哥申请一点。
那个可能加个5000块受不了了。是赖床的部分加时。对，我们可能要赖到1点多这样子。哎 ，Hello， 你好，我们有订房。对，好的。哎，对，一个晚上。好，谢谢。谢谢。哦，618哎。刚好是今天，今天哎、欸，我们永远都是18号，第一次认识也是18号，1月18，对，今天618，啊，但那我好反正有点小不安，真的，就是觉得太刚好哦，全部事情，对，全部事情都太刚好的时候，总觉得会怪怪的。不会，这是一个幸运的征兆。嗯，好吧，哎、欸，今天这里超赞，这里晚上吃饭的时候也很棒，下次有机会带你过来。好，等他晚上会有演奏的部分。来，豆豆。还要演奏，谢谢。会啊，钢琴啊，六号。哦，哎、欸，冷静凉哎，哇、哦，未来服超深的哎。哦，这个住饭店的画面超像韩国恋综啊，这就是天堂岛嘛。哇，这房间看起来很大哎。对啊，关门。哎呦，不要偷牵我的手手。哦，偷牵，不小心摸到了。有男生就是跟你约会，如果很快的就会晚上约住宿，通常你的想法会是什么？好变态啊，这个人没有办法。大家是被我们强迫的啦，因为我们说这个要2天1夜。哦，哇哦，这房间很高级耶。他是房间再加客厅耶。对啊。你这是香槟吗？等一下。哇，再配上这朵今天的花。哎、欸，这还有 feel 啊！很有 feel， 很有感觉哦，很有感觉。大家洗完澡喝一杯，好、哦，好睡觉、哦。我怕你洗完澡直接睡。我会哦，我会哦。睡给我看。我哎、欸，为什么是一张床？哎、欸、，King 哥不是说两张床吗 ？King 哇哇，一张床啊，太要说太爽吗？看来我们会员频道又有影片可以放了吗？吃完今天死定了。你不是说两张床吗？怎么变成一张床？我进来都傻眼、欸、我想说，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死了死了，今天想睡沙发了。天哥受不了了，天哥这个，天哥这个有点紧张哦。哎、欸，这个怎么办呢？还是今天我睡浴室好了。浴室能睡人，还是有沙发、啊。有啦，我觉得、欸、有啦，还是我今天就睡这里。有啦，我先看一下软不软。哎、欸，其实他不是啊，其实可以啦，他不是啊，今天我睡这里就好了。那里面就我觉得你会滚下去，你睡床吧，我比较小只。不行啊，不行，今天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我就睡这里就好，你睡里面。放开了。好。哦，离开好不好？我看出来了。对，来吧，来吧，今天很开心，谢谢来福，谢谢耶。哇，嗯，哎、欸，这是好酷哦，这是茶吗？我也是在想这件事。它不是香槟哎、欸，是茶吧？是茶哎、欸，我以为是香槟，已经准备好那个香槟的感觉要冲。我刚才对，结果就。哎、欸，是茶，喝完，晚上睡不着喽。OK， 来福，那我先洗澡了。好不？你不会里面有塞什么摄影机吧？还是来福你先洗？喂，哎、欸，好了，好，开玩笑，开玩笑。有啊。好了，不要偷看我，各位，我去洗澡了。需要帮你搓背吗？不用了，害羞，受不了了。你这句话我会当真哦。今天一整天这样子，现在精神还行吗？我怕你等一下还有很多事要做。OK 啊，今天精神超好的，好不好？我跟你讲，平常在屏东8点就睡了。哎呦，今天光是在这个空间里面闻到来福的味道，我到早上8点都睡不着。刚好 OK 了。我觉得除了来福的提神功能之外，应该要感谢我们的干爹五倍对策。哦。啊，谢谢五倍对策，让我们可以站到半夜。那里面来自地狱的味道，特别的爱，比特别的你，浓妆浓丽啦。可以不要吗？来不及了，我已经整个把里面污染。我去开新的一间，等一下。不行，那间只有厕所，那间没有浴室。
开这一间了。有啦，我刚刚开那个除臭了 ，OK 的。嗯，好了，回去叫我了。好啦。OK 吧，OK 吧，你怎么穿这样？你怎么穿这样吧？我睡觉不穿这衣服，我有穿裤子啊。哦，你穿裤子哦。我有穿，我有穿裤子。哦，好了，你给我先起来了。不是，黑金在没看见，你知不知道？我心目中女生的居家服就是这样，就很超级完美。哎，我心里一直在幻想说，难道我魔法消失的今天终于到了吗？对，另外一个我诞生了，2024年6月18号。全新的蛇丸，黑蛇丸，对，走出这618房间，我不再是昨天的我，这是飞天小女警，对，对对对，这个感觉还不错。脸红是怎样？我没有想过今天会这样子跟你过夜。好了，那要睡觉前我送你一个小礼物，秘密武器，在这边，这里，耳塞。对啊，我超会打呼，有这么浮夸吗？很浮夸，真的夸张。来吧，帮你塞上看可不可以？哎呦喂，我第一次遇到了睡觉要塞耳塞，哇！哎、欸，我跟你讲，真的不行啊，这没有塞耳塞，哇！戴上了之后，我进去上厕所都不知道我进去过。不是，你等一下上就上那间屋。哦，对，等一下过这个东西，那就是你的领域。OK OK， 我完全不会进去。不是，但是你要小心，因为你不进去，我会出来。你不对，你会梦游会。我会梦游会，你要小心。你不会到时候干了什么事，然后说你是梦游吧？我不会攻击人，也不会做出危险行为，就是聊天。所以我有可能在变成另外一个人格聊天。有可能。你不要吓我。我没有吓你，我是真的有一次。好了，早点睡，我们今天很累，明天早上起来吃早餐。好，几点？记得刚刚上来前看一下柜台，好像是10点就结束了，就我们大概8点要起来。好，嗯，晚安。Good night. 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 Good night. Yeah. Good night. 来福晚安。蛇丸晚安，快睡觉。嗯。现在早上8:30。突袭！你是装睡还是真的没醒？你永远都装睡啦！啊？嗯。昨天后来怎样？后来你没走了。哎，怎么笑？哦，没有啦，我就这么躺在这边，然后结果不到3秒都睡死了。啊，起来，起来，穿衣服，吃早餐。哦，对。啊，但是我昨天睡觉前我问他可不可以脱衣服睡觉，他说可以。所以他就脱衣服睡觉。我说我脱衣服睡觉。啊，想要你睡前给像这种做这种要求要求我。没有啦，因为 OK OK， 我怕他误会而已。哇，没有突袭到来福起床的状态。想得美。你是几点起来化妆？8点吧。他洗完澡，我还没发现他进来洗来澡。天哪！如果他做其他不好的事情，我天，他进来，但我没管他，我睡我的。不会啦，我不要被他做什么邪恶的事就不错了。好，我们去楼下吃早餐。好。因为警察跟我们讲，叫我们自己先聊天。好。我知道，后方。嗯。嗯嗯，要不你现在贿赂我，我不乱讲话。没关系啊，不用乱讲话也没关系啊。我喜欢你乱讲话的样子。你早点说好不好？我昨天演了半天，好辛苦。那讲演正经演了半天，真是为难我了。那这个欧姆蛋很好吃的。有，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你有欧姆蛋，我只有荷包蛋。他在那边等。哦。嗯，两位。喂。好，我们2天1夜的旅程已经到了尾声了，好快，谢谢明哥，谢谢。跟你们公布一下啊，我们这个总花会奢华约会啊，原本是这个30000块的预算呢，我们最后的总花费是35389，小超支，对我们明哥来说那是小 case 而已。嗯嗯，对，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玩得开心。
对，因为这个35,389，嗯，我还没有加上借超跑运送投了20,000块。哦，对，20,000块是55,000。等于说我们全程都还要做捷运才有办法达到35,000，对对，要不然是55,000。对对对，啊，有没有你们觉得很喜欢的哪一个行程，或者是哎没那么好想改进的行程啊？其实每个行程我都蛮喜欢的。哎呦，是因为跟12万吗？不好说，那不好说怎样？你要陪我看那个小魔女哆瑞咪电影版？哦，可以啊，没问题。希望下一次有踏青的行程啊，对，看风景之类的。主要是因为踏青太平价，我们适合平价路线的，对不起。Okay. 我们抽到30,000块的当下，我是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3,000块。对，我那时候想说30,000块你给我，我真不知道怎么花。要是我拿到3,000块，我应该会去北海岸走走，骑摩托车环那种海线的感觉，然后过来晚上去吃个基隆庙口夜市吧。对，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平常的生活这样。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程都蛮喜欢的，像是我们夜景啊什么啊，但是就是我觉得只有金宫这个东西可以留下来，我们带着走，带着回去的回忆，他有办法在10年之后我看到他，然后还想起我们今天的行程。约会就是你要带点纪念品回去，去纪念这一天。你10年后可以搜寻9man就是要对决，约会对决，真的一辈子都可以看。好，那差不多我们聊天一夜的旅程就要在这里结束，嗯，好不好？希望你们后面能够有更多的旅程 ，OK 吧？突然间有点对，突然间有点舍不得。没事，是拍摄结束。应该结束。哎，那你们有没有结束？这个是你们 okay, okay. 对，是拍摄结束，但是我跟来福才刚开始。OK 吧，来福。可以。泡泡。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约会对决。下礼拜轮到九妹本人出场，下集见。这是真心在关心我的感觉。来福晚安。晚安，晚安，睡觉。嗯。你真的有被他的打呼吵到吗？用耳塞？有。我那时候把门全部关起来之后，我还可以听到他打呼声。他有影响到真的睡眠吗？是没有影响，因为还好有关门。是第一次跟女生单独过夜？对，第一次跟女生单独过夜。因为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跟他讲说，我早上起来，有洗澡的习惯，然后可是浴室在他的房间，我说我早上起来可能会敲个门进来洗澡，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打开，哇，那整个香气。这个花花世界直接打得我满脸。我们最后要特别感谢来自这个台中赵宏村的明哥 啊，感谢他借我们这台很帅的458敞篷，458敞篷，谢谢明哥。不会，今天让我帅一波。你以前应该没有3,000块约会过吧？3,000真的是十几年没有体验过，很期待，但是又很紧张。哎，是短发吗？好看吗？很正哎，亲爱的，你可以上手，可以的，可以的。OK 的，拍一下，拍一下，我不会放，我不会放，不会。耶！我真的狂流汗哎，为什么？我们还有钱吧？有，35。好了，我们把钱花完了，我们看待会还能去哪里。在一起是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会心动。其实那个时候的快乐是很真实的。